爱的演员和歌手，他曾经是2013年以 TFBOYS 王俊凯以组合形象的队长出道，随后个人影视剧音乐作品也陆续进入到大众视线，随后8年陆续不停。让我们欢迎小凯，欢迎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小凯。今天晚上是栩栩华生的时尚文化大赏，心情怎么样？现在还是非常开心的，然后也挺饿的，比较想期待里边吃的有哪些。对，实在孩子，所以今天晚上要送给挚友栩栩华生的祝福是怎样的？就希望大家能够开心每一天，幸福每一天。啊，也希望你拍更多的栩栩华生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小凯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照片，补点照片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小凯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这边。谢谢小凯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